走进风景一直是我在法国那时候念书的时候就很想要做的一个项目。这一次有机会到香港，向香港的观众介绍就是东南亚的摄影，我重新检视回十年前我拍摄的作品。十年后我发现自己对这个我出生成长的地方有了不同的互动，所以决定叫走进风景。我觉得我们作为东南亚也好，香港也好，其实我们的经验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可以去借鉴或者分享或者参照，我们的互相交流跟借鉴是非常必要的。这次展览我决定用打印部本，然后在影像后面呢，我用手缝的方式加以第二层的布料的处理，让它看起来好像是国庆日的宣传品，同时它也可以是旗帜或者是我们日常生活里头的床单。在场的呢也有我在国庆日的时候收集的报纸，还有我自制的手工摄影书。其实我从应该是2012年开始就已经跟光影作坊有一些非正式的交流，然后呢明庄其实他一直以来对东南亚摄影保持一个很高度的好奇，所以呢我们后来谈了这么多年，终于决定要做一系列的有关东南亚的摄影的一些项目，就是基本上要把东南亚的一些艺术家介绍到香港。好，那我们